咱发点福利吧，兄弟们，好不好？趁主播连麦的时间发完福利吧。你们，我相信大家都玩 YY 时间很长了，大家玩 YY 都多少年了？给我打到公屏，我看看你们玩 YY 多长时间了。来，这回给你们发点福利，正儿八经的福利，不扯犊子。9年了，4年了，7年、8年、3年、4年，这么地，你玩了这么长时间的 YY， 是不是还没有见过 YY 熊？今天我带着海量的 YY 熊来的，给大家发两个 YY 熊，你们要吗？要的兄弟们，我扣个一来。好了，这时间呢，听我的口令啊，听我的口令，咱这么地吧，咱来个简单点的，好吧？我们的场控这个，场控注意一下啊。咱们来个简单点的，咱就来个抢板凳吧，好吧，来个抢板凳啊，抢板凳，这个93号板凳和993号板凳，好不好？93和993板凳，兄弟们准备好抢板凳啊！我说321开启，好吧，来321开启。听说打主持人最帅的，一般都能抢到。快抢，快抢！这两个美女也过来抢板凳来了。好的，恭喜我们的 YY 永流传，还有我们的戒酒，恭喜两位朋友啊！我们的管理呢会叫，等稍后呢会与你联系，好吧？和稍后与你取得联系。不要着急，兄弟们，只要你们支持我，我就还给你们送，等会儿还送，好不好？没毛病吧，老铁，没毛病吧？好的，有请到我们的第三组啊，第三组选手来自我们的笑笑，还有我们的大米。哎，你们两个人听好我的音乐啊，咱们管理放麦序了，可以放麦序了啊，听好我的音乐，来。